好啦，你跟嘉惠选票，跟住点样？佢被送到依一度金郡选举总部，喺依一度咧开始选票验证过程。首先，你嘅选票上嘅签名与我哋档案嘅签名进行比较，这就是点解喺户邮信封上嘅签名如此重要。如果有问题咧，唔使担心。训练有素的专员会调查任何差异，如果有需要，我们会与你联络，确保你就是投票者。当你的签名被确认之后，你的选票就会在信封上取出，签了名的信封会被挡存，从要开始你的选票就是完全零零。现在你的选票已经准备好被计算了。